我住在这个庙有50多年了，我老公以前是做市场的嘛，做这个矿市场的，我们是种水果生活的，榴莲啊、红牡丹啊这些咯，种一点菜咯，椰子啦、啊、这样来过活咯，就讲我们这边给人家拜拜神啊，有时帮人家拜拜神啊，人家给一个利息红包啦、啊、这样啦、啊。 我们这样生活咯，像我的孩子，他有在这边跟人家看运程，好像你什么，你来找我的儿子看运程，说你的运程怎样怎样，需要拜什么神，你要求好运吗？啊，工作顺利啊，什么都顺顺这样啦、啊，啊，就这样啦，所以我有很多人来拜拜这样啊，他们不懂拜的，我就教他们怎样拜咯，这样咯。